妈都会跟妈祖来进香，那我本身是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子。那后来也是因为我爸走了之后，然后我妈就会在那边念说，以后就没有人陪她来进香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跟她说，不然我陪你来好了。对，她来走了之后，然后看到妈祖在进香路上这样子，就当场爆哭啊，就很感动啊，然后就开始来这边当志工，然后跟你妈做伙，刚听下唐尼在问，嘿啊，他就被叫来打油打这样子啊。所以你在啊、就是打油打的时候，也会想到你爸爸。对啊。所以这是也是一个传承爸爸的一个心愿。也可以这么讲啊，不然我以前从来不参与这种活动。对啊，然后现在我跟我妈也都是在我们拱天宫的厨房当志工啊。对啊，然后进香的时候就帮忙这样子，帮妈祖，然后把这个香蛋把它搬回来这样子，谢谢妈祖婆啊，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帮妈祖服务这样子。我上车的时阵哦。我咧老乡打，迄阿伯啊，哦，啊甲我讲，讲你阿伯，你开你电脑要上车，啊我讲我有甲妈祖婆讲啊，讲我拢要陪行全程，安尼啊，啊上尽量莫上车啦，伊讲，你莫安尼想，人阿伯啊，今日打乡打是无原因的，你知无？哦，你阿妈你咱今仔老打这乡打，迄外这里外多啊，你阿妈？咱过来老万人去来只进庙，就是为了去打嘞，对不对？你好几万人，伊的信念，哦，伊的愿望，对不？他那祈求，然后我们到北港之后，啊，化作收魂的去里人嘞，那是要甲打那个白沙墩嘞，对不？你即摆是上吊，还是要甲去打打的？哦，啊，甲这个任务完成，安尼你就是对咱妈祖上好的交代。我听了，整个目屎流下来，爆哭，你敢知啊？然后到现在开始，你每次只要一把杯把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训练了。然后刚开始就在家里面就扛着看电视。对啊，现在要因为你那么久好几个月没有这个重量下去啊，会不适应。然后我就是先在那躺着看电视，然后下午就在那，哎呀，然后，可能半个月之后，重量 OK 了，然后再出去外面门口这样子走，然后刚开始出去走的时候，然后晚上十一点过后，你才会给他出回头呀，很闷啊，对啊，然后现在就是，因为我们要测看看自己大概。距离呀、啊，时间，啊，我们可能来海边啊，去爬山，堤防边，好、哦，这样子走，这样，对。所以为着传承这个香打，但安那辛苦嘛是还会坚持落去。当然啦、啊，对啊，你妈做不好咱的，这个任务咱嘛是要完成，对啊，不要在乎人家异样的眼光。